台北地检署外乱哄哄，挺科反科两派人马互相叫嚣互呛，谁也不让谁，警方赶紧把双方拉开，就怕场面继续失控。现场聚集民众挥舞抗议标语，而陈佩琪一出现再度让现场陷入混乱。陈佩琪一出北检，黄珊珊随即接应快闪离开，而网红四叉猫刘宇也抵达现场。早上看完有始有终，早上有拍到，晚上也要拍到啊，才能见证历史的一刻。说是要见证历史，但这话说的有够酸，全程在北检外头要迎接民众党主席柯文哲。感谢柯文哲让我这四个礼拜通告真的好满，赚饱饱，我下个月的 iPhone 16真的不愁了。北检外头为了防止民众发生冲突，现场架设起巨马，警方绷紧神经严防，就怕双方冲突一触即发。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